愛称イエハチノコニです。好開心哦，很開心的觀眾朋友很多耶。對呀，你們也開心嗎？好玩嗎？好玩。我們帥不帥？帥。屁啦，沒禮貌，真心話吧，帥。謝謝。对呀，对啊，观众里面大概是台湾的朋友吗？台湾的朋友举手。Yeah! 日本的朋友也有吗？日本的朋友举手。日本的朋友，日本的朋友。OK 啊，只有一个人，只有一个人。谢谢你，谢谢谢谢。那从现在开始，我们说日本可以吗？不行不行不行。里面的观众只有一个人，你们一定要说中文吧。OK， 那我们马上开始说漫才表演。对对，但是你们看过漫才表演吗？对，哦，有有有，真的假的？哇哇，你们看过了现场的漫才的表演的人举手，举手。了解了，中间的哥俩算了算了，中间完全没有看过，没有吧？有戏吗？这有戏吗？全部都是我们害的。OK， 那漫才是像那个台湾的相声，对，相声，对，两个人的脱口秀的感觉，没错没错，两个人在聊天的表演。可是呢，跟相声有点不一样的哦。漫才里面有两个角色，两个角色，一个角色是吐槽，吐槽，对，一个角色是装傻，就笨笨的，对，笨笨的角色。对呀，然后我们聊天的速度比较快，还有我们说的中文呢不标准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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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从现在开始，我们的表演哦。那么，等一下，等一下见。